我是子君。我们今天要介绍我们家里新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台冰箱。这台冰箱是头须霸新的上市的一个冰箱，节能模式。节能哎、欸，你看节能还可以控制温度、啊，还可以快速冷冻的这个双门冰箱啊。其实我们家下层是放冷藏，上层是放冷冻。哦，谢谢你。哎、欸，我们家之前的冰箱四个门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要拿什么东西要这边找来找去，对不 对？所以我们现在换成两个门以后就简单轻松多了，对不对？我是要拿冷藏跟冷冻就不会搞错哦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今天买了很多很多的战利品，看看我们满地都是哎、欸，这是我们刚去买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你买了什么？明太子。明太子，还有米呀、啊，还有很多糖果，还有很多夏天必备的酒啊，还有饮料啊，还有冰淇淋，还有冰淇淋。来看看我们三个人怎么样可以把它快速的放进这个冰箱里面，然后呢，顺便教大家一些小小的收纳技巧哦。你看，我们完成了，哇！ Yeah. 罐头，然后呢，我的咖啡粉，然后一些要冷藏的药品放这里，然后呢，我们的饮料放这里，好，然后这些东西呢都分类说好，来看我用很多食材，对吗？是不是很吓人？好了，接下来呢，你看我刚刚所分类的这个饼干呢，食材米，好，然后有一些饮品呢，都把它放在一起，蔬菜。哇，这个是非常好吃的 KK 巧克力哦。那水果呢跟蔬菜呢也稍微做一下整理啊，记得哦，用塑胶袋放在里面呢会让这个食材呢比较难，比较不容易冷哦，就比较耗电，相对的耗电，所以呢把它做一下整理哦。底下还有高丽菜的，好，这是我买回来的白芦笋啊，这些呢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收纳在一起就不会乱七八糟的。的确还有高丽菜和塑胶袋。好，高丽菜塑料袋是要保暖用的哦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样子的蔬菜都做一下分类呢，就会清爽很多。这样打开来呢，就会一目了然啦、啊。那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很好的喝的饮料哦，你蜂蜜柠檬茶。好，这就是我的冰箱喽。好。冰箱啊，不一定要买很多门的，因为东西呢会乱七八糟，而且呢，反而小门的冰箱啊，或者是分成三四个门小冰箱啊，会容易东西空间不好收纳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买大门的冰箱啊，然后做好收纳分类的工作，拿东西一样可以很快很轻松，而且又很省电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我有几个技巧教给大家哦。一个是像我经常买的一些干货啊，哈，像这个。北海道的一盒一盒的北海道的特产啦、啊，饼干啦、啊，焦糖啦、啊，巧克力啦、啊，这些呢需要这个把它冰起来呢，因为台湾天气比较热，所以它如果没有冰起来的话，那可能没有那么的美味哦。哦，谢谢哈密瓜的 KK， 很好吃哦。所以把它整个收纳在一起以后呢，然后直接放进冰箱里就可以搞定了。然后第二个要介绍大家是什么呢？是干货，像子君这个手上这个干货啊，黄芋片、黄芪，然后呢还有这个。龙眼干哦，我还有从那个意大利买回来的这个番茄干啊，这些呢用像这种的材质的很轻薄的材质的这个纸啊，或者是这种托盘啊，把它收纳在一起呢，然后整箱的把它放进里面，这样一样也可以收纳的很好哦。第三个，对你都会拿帮妈妈做家是不是？第三个要介绍呢，我们还是要做一点简单费，这个是我经常用的调味料，有什么调味料呢？这个是昆布。然后呢，柴鱼粉，然后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米曲，我做盐曲的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做这个章鱼烧啊、大阪烧的这个海苔，像这些分类的这个鱼类这些东西啊，还有这个海菜啊，这些东西呢也把它整理成一起，
这样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一目了然。如果要做中药材的话，拿这一袋；然后如果要做汤头的话，拿这一袋；那如果我要拿这些包装的食品的话呢，我就轻松的这样子拖出来。所以做事情呢就很快、很简单，而且又不会因为小门的限制呢，让我可以减少，让我没有办法放手大买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告诉大家，有什么东西可以要一定要冰的呢？大家知道吗？米要好吃啊，而且呢，它不要长米虫的方法呢，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哦。如果你冰米没有冷藏的话呢，其实米容易长米虫，所以呢，再好吃的米都变难吃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啊，我上次从日本回来呢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买了一大堆米回来哦，那重样子，其实台湾有很好吃的米耶。这个是我上次去台南演讲的时候，他们送给我的米，哎，真的很好吃哦。所以大家也可以支持台湾本土的农产哦。其实呢，也可以煮得出像日本米一样 Q 弹、好吃又湿润的一个口感呢。所以大家都学起来了吗？好的收纳方法呢，可以帮你节能省电，而且也可以让你做起家事更优雅、更轻松、更好。妥旭爸赞助的冰箱，谢谢妥旭爸能提供我们这个收纳新的服务。然后呢，大家也可以选择下次要节能省电的电器的时候呢，这个镜面的，而且呢有，你看有节能模式，可以控制温度，可以快速冷冻，有各种模式的这个节能冰箱呢，妥旭爸的这个大容量啊，也是很适合我们一家四口，两大两小要喝的饮料，要吃的冰淇淋，还有要煮的蔬菜，通通都可以收纳进来。要吃的饼干，而且呢，其实呢，不会因为冰箱呢门小呢受限了很多，我们要买什么我们直接就整箱塞进来了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是啊，耶、yeah, 好，拜拜。所以下次我们要考虑这个镜面的这个冰箱的时候呢，同学爸呢也许是你的选择。